是随丹弟弟二十八代的媳妇随嫁进来的，但是也是随土生土长的客家人就是了。那在我们群永定县土楼有多少座呢？23000多座，种类呢就为30多种，主要以我们的方形楼、圆形楼、五凤楼三种楼比较常见。圆形土楼就占了362座，那咱们今天的重点之行呢还是圆形土楼为主的哦。那朋友们，你们对土楼有所了解吗？在你们的印象中，你们的概念里，什么样的楼才能称之为土楼呢？有没有概念？土堆的。土堆的。土楼，土楼跟土肯定是脱不了干系哦。那并非是土做的楼就可以称之为土，是非常多的。咱们建这个土楼最大的目的呢，是取到个防御，还达到聚族而居，因而就住在同盟里面，都是同宗同族。那咱们土楼群即将到达了，最年轻跟最古老的都在这，咱们先从最年轻的开始讲起。每座土楼的文化内涵都不一样，那我在讲解中都会给大家得到的答案啊。那走过来，这间土楼它的长久厚度达到1.5米，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建于1962年，今年刚好61岁。名字叫什么呢？叫乔湖楼。每座土楼它的楼名都有自己的粤语啊。那这座土楼呢，虽然它很简单，但是它的文化内涵一点不简单，远近扬名还被称为国师楼。来，走进来，跟着我走进这一同认识一下楼主家人。好，跟着我走进来，拜拜。我还是丢丢啊，咱们带母更快哟、哦。来，都手痛啊，就这样。好，我们走到哪里，适合拍什么照片，什么照片好看，我会有钱教大家，一会教大家哈。谁的手机像素比较好的，来，我教你们拍张照来。我教你们拿个楼顶照来，美女你的，我会以一把手机给大家做示范。这个张照片适合用广角。来，来土楼一定要原相机。将功能是不同的，分别做什么的呢？1楼是厨房，2楼是粮仓，3楼以上开窗才是住人的地方。这是所有土楼的共性，无论你的楼层多高，一律都是3层以上开窗的地方才是住人的地方。那他四兄弟怎么分配这一栋楼呢？他在东边跟西边各分个楼梯，一个楼梯隔成2挂，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四兄弟、三兄弟常年在国外，所以在这里头简单的一圈，空气、环境、采光效果都会比较好。这边是第一任警察长张鼎丞的故乡，台湾政要吴国雄的祖籍地，旅居海外的侨胞50多万。这栋楼为什么远近扬名会被称为国师楼呢？来，所有中号室的嘉宾，跟着小鱼到中心来一同认识楼顶。人穷志不穷，才能走出大山。然后这个是楼主四兄弟的母亲跟父亲，在以前那个年代非常朴素，母亲乍一看很像男孩子，父亲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像谁？对，他的素质上长得非常像，但只是像而已，并没有半点关系。夫妇俩生了4个儿子，楼主老三年轻34岁的时候，他现在多大了呢？96岁，中午去吃饭了，不然都会坐在这里啊。他四兄弟都还健在，三兄弟常年在国外，在我们这边的百岁老人很多啊。老大跟弟弟在美国，老二在缅甸。1962年的时候，国外的三兄弟一个人出资了3万块钱和19万，老三他在家没出钱出力，出谋划策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栋楼建在结束，所以老三是此楼的参与者跟创建者。乔福楼会成为博士楼会称怎么来呢？主要以老大夫妇为代表性，
以前那个年代，一夫一妻制，没有事先计划生育，生小孩随便生，生了多少孩子呢？风水理念很好，几乎男丁居多，生了九个儿子，一个女儿，九龙一凤，为人师表，教育有方。除了老二这个女儿考上博士生了，九个儿子中，中间这五个儿子也考上博士生。早期娶媳妇要讲究门当户对，五个博士儿子又在学校配备五个博士老婆，因而他一家就出了11位的博士生，唯一的女儿考上美国医科博士大学，因此说这栋小小的乔福楼被称为博士楼，本身就是这么来的哦。那稍后走到土楼，来，咱们一条手机给我，这也蛮好看的，对，面积多少？5300。76平方米，接近6000平方米，相当为上中值多亩地，10亩地。第二个罪呢，为什么说小偷进去偷东西会3天3夜时间出不来呢？因为这栋土楼它的结构是最复杂的，它上易经八卦图，4个同心圆，圆套圆，圈套圈组成。小偷进去偷东西的时候啊，不能像我们今天这么光明正大，再者每走一步，每跨步是人家，饿得受不了，分不出东西南北，只能投降。第三个罪呢，建土楼起到防御，还起到什么作用呢？聚族而居，因为在鼎盛时期，楼王里面曾经住着80多户，600多人。那现在还住着吗？现在还住着40多户，200多人，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住着比较多，适应楼里面气候。先生考察龙王留下提笔，藏藏不语留下的啊。然后呢，他是来头往我这个角度往上看，3楼有风车，有相机，他是楼上拍下来的。那这张全景照很值得留作纪念，来土楼没拍就跟没来呀。这张照片怎么拍呢？我教大家怎么拍，所有的人。就是为了防御，只有把外面的生活就建上，能抵御北道住上人，才能建里头的公用场所。因此主层建筑是土木结构，以前只懂得泥土来夯建这个房子，后面发现泥土烧成砖建房子更快，这是个进步。后面呢，里面全部都是砖木结构。再往前走生活区，来1号车，北京1号车，跟着小玉先进入第2圈。每一圈做什么的，我们先听一下讲解啊。第2圈呢，它的房数变小，房间数第一次更减少，就是没有家做饭。第2圈。
房四小间阁楼才是供给客人居住应急的地方啊。在以前那个年代讲究相亲，现在已经是自由恋爱了。有没听过这边的人是怎么相亲的呢？非常单纯，一碗面就可以搞定一桩的婚事哦。在以前16、18岁这个年纪去中天贴个告示，把我们的生辰八字、相亲的时间地点写上，如果就在这一栋土楼相亲，第一圈生活继续撞上个单圈，谁家烫上你的，他会在厨房为你煮碗面，你看到谁家把他面吃了，这两情相悦留下来。普遍以前是非常单纯的啊。抬头看一下，以前都没有电灯，都会留这个油灯，家家户都会点这种小油灯啊。那现在都有家家户有电表，油灯就没有再启用了啊。第二圈36间会客厅呢，如果待会你们在客家那种亲朋好友的去走访一下，没有的入乡随俗，走累了渴了，待会可以到小姨家坐一下，去喝杯免费的茶水，抽个免费的香烟，也可以去上个洗手间装点水都没有关系。以前呢，他都会留那个油灯来露台来放这个油灯啊。那我们第二圈36间是会客厅，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圈，我们供给全楼的女孩子读琴棋书画45间的地方，女孩子的45个学堂啊。在以前那个年代讲究男女有别，女孩子不宜抛头露面，再加上引请相亲，所以女孩子的私塾在楼里面，男孩子在楼外面。中间地面上有个方形跟圆形图案，讲到祖先不用开口说话能教育子孙后代，有方有圆代表着什么意思呢？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时刻提醒我们，教育我们在家一定要好好遵规守矩，好好读书，好好做人的意思。如果说你在就刚刚说乔福，小小的乔福楼出了11位的博士生，到这个楼玩更是人才辈出，迄今这栋大楼落成，先后有40个人考进了进士跟贡生，出了32位的翰林，80多个人考上了博士生、科学家、研究生。所以说在早期我们重获重调有道理，士德书香就是清乾隆时期为32位翰林颁发的牌匾，兄弟选魁，制度面一家两兄弟同时考入了贡士留下的哈。油诗，小鱼把打油诗念一下，你们全都构造构思出来了啊。楼高4层，内4圈，上上下下400间，圆套圆来，圈套圈，历经沧桑数百年，这栋楼建400年，396年。楼王它是从明崇祯年间1628年开建，建成于1708年，由我们江氏第15代祖先江吉成带领他的4个儿子、20个孙子、72个曾孙，历经了3代，花了83年建造而成的哈。接下来回乡的生活饮用水。同样一座楼，2口水井，它的水质、水温、水位都不同，仰起的稍高。水井房上面都会特意去开个天窗，在你们家乡会有开这样的天窗吗？会吗？就是在你们家乡水井会露天或者开天窗吗？会不会？就露天的，为什么都要露天知道吗？首先第一个是为了采光打井水，第二个增加个水的活性，第三个有没有听过水能映照日月，采天地之灵气，取日月之精华，东边太阳，西边月亮，日升月落，阴阳调和的作用啊。在以前谁家生儿子男婴满月一定要喝几口阳气的水，假如男孩子喝了阳气的水以后都会变得比较聪明，个个能考博士生，女孩子的功绩爱漂亮，那像水质活着像你。来北京1号车网走过来这里，没关系，你想要手工业的可以去品了，待会再来。抬头看一下，刚刚小鱼告诉你们3楼4楼是做什么的，3楼4楼住人的哈。那3楼4楼跟1楼2楼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3楼4楼跟1楼2楼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对，回答得很好，除了有窗户，里头是不是多了个阳台啊？那这个阳台起到什么的作用呢？除了光全楼的景观晾晒衣物之外，其实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刚刚重复强调告诉你们，土楼里面不建厕所，人有3急，特别遇到土匪强盗攻击的时候，晚上出不去应急的时候怎么办的呢？谁家上楼睡觉都会提个活动马桶上楼，放在阳台1/3的地方，下楼停下来有机化肥很宝贵。有没有听过客家人的厕所装置名称很文明很好听，叫什么名字有听过吗？我们人要吃什么？五谷杂粮。那我们的厕所装置名称统称叫什么呢？叫做五谷轮回宫。有没有呀？因为在以前的年代没有化肥农药，一直通过有机化肥专门灌溉农作物，既营养又健康，所以老年的高寿更是脱不了干系。觉得有还是没有？
其实想想都知道，在以前战乱的年代，放都没得吃，哪里来的糯米红茶鸡蛋？不可能，它是采用我们当地山上沙质的黄土跟地面上的粘土，加上石子跟沙子搅拌发酵，发酵什么程度呢？抓起来给成团，扔下去给散开，这种泥土才为泥。纯粹山上沙质的黄土没粘性，全部粘土干了会裂开，所以说两者结合才会精华，是被留下的糯米红茶鸡蛋之说的。以前汉川要求很高，每40公分汉建把土墙，每40公分里面加了什么呢？密密麻麻的杉木条跟竹片。杉木是永定的产地之一，韧性非常好，竹片起到个相互牵引拉力的作用，相当我们现在建楼的什么钢筋。如果说现在的钢筋水泥房不用已经浪费了，那这些材料非常节能环保，瓦片、石头、泥土还可以回归大自然，杉木条跟竹片留着干嘛？当柴火烧。来，手机相机有没有？要给你们开个景点，这个景点的设计我不精讲，拍景不拍人，叫做方圆一线天。谁的手机给我做个示范来？记得哈，反正自己加。你们姐妹很多耶，就一个弟媳给。旁边是周黎。周黎，刚那个是你小哥哥。那个是我嫂子。哦，是你嫂子。对。那你们弟兄几个呀？4个，还有一个小姑子，就5个。我好骄傲。兵强马壮，兵强马壮的这样玩意儿。你看他们俩漂亮吗？好漂亮。我们这边的三好女孩的。方式不一样，结果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字爱。哎，对，哎对，哎。别打电话，两个买。挡住了，也就是在我们以前祖先说法的，就是说门不能对着门，对着门它的财会往外面流走的意思，所以就是必须要错开来的哈。那我们现在来去看方形的土楼，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方形的土楼和圆方形的土楼跟我们的圆形的土楼有什么不一样哈？有什么不一样啊？好，来，小的嘉宾来，我们现在来进入我们的方形的土楼来，我们往这边来走。那个菜，吃的特别脆。